好啦，得人因果千年记，大家都知道呢一个嘅说话啦。咁啊，台湾人一直咧就支持我哋香港人啊，争取民主自由，甚至无咧我哋香港过去啊呢啲度假嘅啊手足啊年轻人啊，我哋啲子侄啊，都俾片瓦佢哋遮头。咁啊，报恩啊，梗系紧噶啦吓。咁啊，而家机会嚟啦。中共啊停止啊输入呢啲嘅台湾盛产嘅呢啲嘅凤梨，又多水又多汁又甜嘅呢啲嘅生果啊，中共唔识补，我哋香港人咧就多多都同佢杀起佢。咁啊，有见及此咧，晋升咧就引入咗台湾屏东啊呢啲嘅凤梨，每箱咧就5至8个，重达咧就10kg，系嘛？咁啊，如果大家有兴趣咧，每箱咧只系售价咧就港币嘅180元。咁啊，仲送到去香港、九龙啊、新界各地啊，你坐喺屋企就可以食到啲好嘢。每一个 order 嘅运费咧，就只系收你呢一个嘅60元。假如你住喺呢一个嘅啊东涌或以外嘅地方咧，咁啊运费就贵啲，就100元。咁啊，另外再加桥费。咁啊，每一单deal咧，同啊无论你一箱又好，10箱又好，都系收咁嘅价钱。咁啊，大家快啲上呢一个 MIHK Store 进行订购啦。你可以选择呢一个嘅 PayPal 啦、PayMe 啦、啊银行入付啦，同埋呢一个嘅啊 eTransfer 嘅。咁啊，大家咧如果系要决定咧就要用 PayPal 就谂一谂先，因为咧就系可能个差池咧就比较贵。咁啊，今次呢一剂咧就摆到明咧就系啊名餐台湾人啊，咁啊基本上冇乜钱赚。咁啊，最好就银行入数或者系用呢一个嘅 PayMe 转数快就最理想啦。咁啊，如果大家想查询嘅咧，唔该大家打去呢一个嘅395-8673。或者 WhatsApp 嚟98108874，咁啊撐台灣撐果農啊，總之食到濕熱都食曬嗰啲鳳梨去。